您好，各位观众，欢迎收看法律生活补给站这个节目，我是林玉展。在民主国家的司法体制里面，法官的角色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要担任人民纷争的裁判者，绝对是要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则。但是我们在电视新闻上常常会看到有一些政治人物在面临司法审判的时候，经常会大喊司法不公，因此人民会用放大镜来检视法官本身有没有明显的政党倾向，有没有选择性办案，会不会只问颜色不问是非。而今天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戏剧演出。哎，做事很认真啊！哎，不好意思啊，来支持一下我们一号、六号谢小梅，六号谢小梅哈！哎，小姐支持一下哈，一号小姐代表，我们做事很认真哦。比不过我们是要比民主是不是、我跟你讲，六号谢好梅假鹤壁酸了假鹤壁酸民假鹤壁啦、马屁臣我跟你说啊，日本代表选举谢好梅一定动算刚才呢。昨天我有看到民调啦，你们支持率还好而已啦，不要为了爱面子来碰碰套短啦。碰了民调你爱设计啊，哪里我跟你说啊，过一礼拜选举啊，你若无甲拼嘞哦，真正死甲招牌！哇！安怎？你大声啊！我讲，我袂输你啦！这样这样，我跟你讲啦，我们的陈东帅是最棒的啦！怎么样？我的家人！东帅！代表，你安排好未？这台市场拢是吃好米的票，咱来赚今仔日啦，赶紧出关票过来。代表，请你放心，所有代志哦，我能处理好势啊，妥当无问题啊。安尼好。陈忠顺，忠顺，陈忠顺，忠顺，陈忠顺，忠顺。如果说我当选，我一定提出重建市场的建言，让你们各位选民得到应有的权利。安尼好不？安尼好啊，我当然嘛支持你啊，对不？好，动算啦！我想大家动算，动算！头家支持谁啊？一号陈动算，谁会支持你？头家啊，我是一个会做代志候选人，你一定要支持我。会做代志，我看是买票吧？你怎么在讲啥？是条阿信，你不是讲你拢超好势？那安尼？我哪知伊安尼讲啦？你到时候我等下再好好跟你算，你赔得啊？是啊，这哪算我害啊？拢你害啦！现在阿信啊，别过来！够衰！拜托！谢谢姐啊！拜托！啊，天气这么热。你不待在你竞选总部吹冷气，跑到这里又热，味道又不好闻，嘿，啊，这不是你的作风哦。我呢比你的假后壁，大家那个情况啊，更实际。哈哈，真可惜啦！啊，民众喜欢看的就是假清高的表象，你的真实策略好像不太管用哦。干嘛呢？张斌调你的支持都安怎？热啊！你这个贪财鬼！我的民调明天一定上升，不用你多管闲事。你这个假神鬼啊，开袂顶着生气啊！你的基础都会管啦，鬼怎么相信啦？这种没水准的争吵，我们谢代表不屑为伍。看谁在说话？我那是这个红董不理跟着帮搞的臭螃蟹啊！他下表了没有？来呀、啊，老子不怕你啊！有种就来啊！来啊！看看我马柱成的实力！你啊！加速！哎呀！我又没有输，你干嘛踢我啊？我台湾快打胜输了！这赖皮鬼！你杀我！
你回阿美后，今晚再发财。哦，就是说啊，那邱邦先生死家伙，死命的抓我头发了，我头发本来就不够多了，被他这么一抓哦，又不知道掉了几根，哦，害我心疼死了。此仇不报，非君子啊！真叫我可恶，告起来了，明明是已经长手的，搁搞来伤害，别让我要丢了。啊啊那个律师的事情哦，我都已经瞧好了啦。有那个谢好梅的伤害告诉，已经提出了。代表，请你放心啊。好了，等佩云拉过来，咱带几个好解决。包大娘，哎，今夜接出来回来是什么代志？是谁家讲？佩云啊，我跟你讲，咱用高尚的团队已经行了，这个算了好交运，审判长是恁囝。对啊，我们这场官司赢定了吧？你的意思是要我等你搞阮囝求情哦？袂用得啦，阮囝一定袂答应的啊！啊，你无跟恁囝讲，你若知恁囝袂答应啦。是啊，哎，更何况我们代表他给他的报酬也少不了，是不是啊？敢一定爱安尼做？啊，无要安怎？你讲啊。好。儿子啊，还不睡啊？哎，爸，你还没睡啊？找你喝酒。我们父子俩好久没好好聊一聊了。好啊，现在工作怎么样？最近啊，每天都会收到一两件新的案件。来，好吧，还要阅卷、开庭，还要写判决书，跟以前还是一样的忙。爸爸，你怎么了？你怎么突然间问这个问题呢？其实啊，爸有一件事情想找你商量。什么事情啊？你最近不是有一件案子在审理陈东顺跟谢豪美的伤害罪吗？是啊。爸，你该不是为陈东顺的案子在说情吧？嗯。爸，这不可能的嘛！这法官最重要的就是公正与中立，你怎么会要求我做这个事情呢？老爸这一辈子也没要求你什么，这次你就答应我也不行吗？这个不是答不答应的问题，这叫我作假，这不可能的嘛！我又不是要你作假，我是要你稍微关照一下，也不可以吗？爸，我真的没有办法，我都拉下这个老脸这么来求你，还不行吗？行不行啊？爸，我不能答应你。按照这法官的职业伦理道德来说，我必须要把今天晚上我们之间的对话一五一十的来告知院长，由他来决定我是否还是任这个案子的司判长。好，你就去当那什么院长的儿子吧。我想跟你报告一件事情，就是今天晚上的话呢，院长表示，陈东顺这个案子是否要换审判长，他会进一步仔细来评估。不过在案件还没有审结之前，我这阵子可能会暂时先住到法院的宿舍里头去。请你以后不要再灌输了，我真的很困难。你这个不孝儿子，我是你爸爸，你这样子跟我讲话，当一个法官有什么了不起啊？好。有什么话你插进这个家门，你不要再给我进来。爸，对不起，可是这是法官职业伦理的根本问题，没有丝毫可以容许妥协的空间，我真的没有办法。贾厚弼，你一定败诉。我看败诉的应该是你。哎，
等等呗，加油，加油啊！等等呗，加油，加油啊！唐宁泽，请保持肃静。马蹄内不是竞选场所，请你把竞选背心给脱掉，亦不得摄影，亦不得有足以认为有扰乱法庭秩序之言行。扰乱法庭之秩序，马姐，有，请把他给带出去。大哥加油！郑东顺，郑东。审判开始。马姐，非得骗你来跟交代好些，但让他出去，只是做起来没用了。哼，这条官司我问你。